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上，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一，从河白耗电去年10月19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3月6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泰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 CC 系和政学系之间， CC 系和复兴系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 CC 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5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三，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11月9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2个12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的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绝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12月25日的指示，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的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